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解这个方程式啊。我们看到第一项，3的负一次方是三分之一嘛，那3的二一次方是3的 x 次方的平方，好，二拿进来就是2x， 就是这个，啊，解到多少？3的负三次方是3的三次方分之一，就是27分之1，所以这是27分之84。啊，乘以多少？3的 x 次方嘛，好，3的 x 次方，再加一啊，我全部给它乘以27，乘27的话，这里就是9啊。好，那我令这个3x 啊叫做大 X 啊，就9大 X 平方，减掉多少？乘以27的话，就变成84啊。然后这个是大 X。再加多少？再加一啊！哎，没有，乘27哦，加27，等于零。这个还可以再约分，像在这里就可以约分了，用3得6哈，3×8=24，3×9=27。那这样我就给它乘以9，乘以9这里是3，把 x 平方减28x。再加9等于0，这可以交叉相乘，因为3×9=27嘛，27加1到28，好，这3×9=27，11啊，这也是负的嘛，这是负的，所以这小的哈 ，x 等于多少呢？有两个解，三分之一，啊，或者什么呢？或者是9，那 x 呢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3的一个次方嘛，啊，这个哈。这个是3的负一次方或3的平方啊，所以这个 x 的话哈，可能是负一或2，所以这小的哈 x 等于负一或者是2。